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话说，市民在过去大半年不停就强调五大诉求，其中之一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当然特区政府和林郑就当市民的诉求是耳边风，完全就充耳不闻，甚至乎就整了一个所谓独立检讨委员会来就滥竽充数，鱼目混珠。在这个独立检讨委员会之前，其实监警会都是在去年成立了一个所谓专案的小组来就审视一些具争议性的行动的。信报今天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喂，这份报告就已经撰写完毕了，目前就正在等待监警会的大会通过内容。信报的这篇报道，它同时也都是揭示了这份监警会的报告部分的内容。现在我们一起去检视一下，到底那份报告写了什么东西，还有这份东西到底有什么问题。好了，原来这个报告就涵盖了五大部分的。那是哪五大部分呢？分别就是6月9号的警民冲突，6月12号在金钟的冲突，7月1号示威者冲击立法会大楼的事件，以及另外两大部分就针对警方有没有使用过分武力，以及就警方有没有足够的措施等市民可以识别得到前线执勤警员的身份。这五大部分大家听就知道，这样的报告真是流过刘江华了，是不是啊？只是讲得这三单的事件，喂，到底721、831那些怎样，10月1号开枪那些怎样。根据这篇消息就讲到，原来721元朗白衫人无差别袭击市民，和831太子站等的事件呢，个报告就没有专门的章节去讲了，只是简单地描述一下，同时亦都不会有确切的评论。那即是什么？你整个报告出来是什么新闻报道啊？喂，上维基百科有一看，这样使不使你监警会去做？监警会的目的是什么？就是监察那些差佬有没有滥权嘛，是不是？你做简单描述使不使你描述啊？多鬼鱼啊，即是你查下他有没有犯错嘛？你怎样监督啫？你起不起到监督的作用啫？起不起到制衡的作用啫？你整份报告出来做什么？浪费纸啊，浪费资源啊，啱唔啱啊？嗱，依家咧，我哋就一起去睇下，到底监警会嘅呢份报告啊，审视咗啲乜嘢嘅结果出嚟。咁首先咧就讲到6月12号啦，喺立法会门外啊，金钟嘅冲突事件。嗱，根据呢个信报所讲咧，话占咗最大嘅篇幅噶喎。咁嗰个报告啊，女特头到底有咩发言呢？就话啦，原来当日咧喺现场有三名嘅主要指挥官都系严重欠缺沟通，以致咧就出现混乱嘅情况。例如咧，某指挥官啊决定去施放呢个催泪弹嘅时候咧，另一边嘅指挥官咧居然间系毫不知情嘅。咁此外咧，当某个指挥官要下令武力升级啦，要出动到呢个橡胶子弹嘅时候咧，其余嗰啲指挥官亦都系懵然不知，冇收到任何嘅通知嘅。消息指出啦，差佬就点样向呢个监警会解释呢？就话由于战线过阔，未有出动到呢个直升机喺高空盘旋监察，所以难以掌握地面嘅战况。事后就已经加强咗前线指挥官嘅沟通咁话噶啦。另一个问题就咩咧？就话嗰啲警方喺使用催泪弹驱散之前咧，就未有先终止喺中信大厦外边已经申请咗不反对通知书嘅集会。导致嗰啲和平集会嘅人士就误中催泪弹啊，大量嘅人群咧就走避不及，使到差佬咧都未能够分清楚和平参与游行集会嘅市民，以及咧就系暴力示威者。其实呢段嘅文字啊，咪正好系反映得出差佬嗰啲嘅行为同埋思维模式咯。嗱，既然佢觉得喂6月12号系导致嗰啲和平集会嘅人士误中催泪弹嘅，个原因系咩啊？唔系佢射催泪弹，而系未预先咧系终止呢一个申请咗不反对通知书嘅集会啫。哦，咁之后佢要使用催泪弹嘅时候系点啊？咪预先叫你个主办单位提早结束咗佢咯，腰斩咗你嗰啲游行，咁佢咪可以堂而皇之咁出嚟做嘢咯？喂，就系咁样嘅思维模式嘛？你话死唔死啊？喂，你唔用嗰个催泪弹，咪唔会误中嗰啲和平集会嘅人士咯？系咪啊？而唔系走去预先叫人哋腰斩咗佢啊嘛？你咪白痴噶？咁样都噏得出嘅真系吓？你唔用就冇事啦，你用嚟做咩咧？喺个人群咁密集嘅地方系咪啊？你会唔会搞到即系导致人踩人嘅机会噶？即多鬼鱼，你原来个报告就写呢啲咁嘅嘢。好啦，去到7月1号嘅时候又点呢？佢就质疑咯，呢个报告吓就质疑警方嘅部署咯。点解啊？就话经历过咧咁多大规模嘅冲突以后，冇理由咧就唔知道立法会大楼咧系示威者嘅冲击目标嚟嘅。咁啊，点解仲要派员驻守喺立法会里头咧？就唔系喺大楼外边啊保卫呢个立法会咧？
差佬就话啦，啊，由于立法会大楼咧太多出入口啦，地理环境咧难以防守啊，再加上咧难以评估当晚大楼外边示威者嘅规模系点，基于安全风险下咧就决定撤退，吓，又话事后咧差佬就已经更改咗防守模式啦，喺立法会外头咧就设置大量嘅水马阵，减少出入口，吓，咁实情你就喺度讲紧咩啫？就讲紧你嗰啲差佬如何部署啫嘛。喂，市民对于呢啲嘢到底有几大程度上嘅关心呢？系咪啊？市民唔系想查呢啲嘢喎，似乎呢即系怼呢啲嘢出嚟，系咪啊？煮呢啲嘢出嚟俾市民食啊？市民对于呢啲嘢似乎冇乜兴趣，系咪啊？仲有啊，喂，佢点样查？差佬有冇使用过分武力呢？哦，原来嗰啲专案组嘅成员就认为差佬咧就缺乏清晰指引几时停火，例如发射催泪弹驱散人群嘅时候要发射几多枚呢？间隔系几耐呢？哦，前线指挥官同埋发射催泪弹嘅防暴警察都唔清楚。喂，查呢啲嘢啊？喂，你到底有冇查佢到底有冇滥用呢个武力啊？或者系即系行使私刑？你查呢啲先有用啊嘛？你查佢呢啲做咩啫？你根本上系小马大帮忙啊嘛？系咪啊？查佢发射催泪弹要射几多粒、啊？隔几耐再射、啊？啲多余嘅，要查都查下到底你嗰班差佬啊喺呢个警署里边或者新屋岭个拘留所有冇打到嗰啲僆仔骨折好过啦？查呢啲嘢把屁咩？系咪啊？过分使用武力真系嗱？呢个报告有啲乜嘢重大嘅问题啦？第一，佢就完全都冇查到呢个721或者831嘅事件嘅，于是乎你咪回避晒警黑合作嗰啲指控咯。尤其是721就系整个民意嘅转捩点嚟噶。唔少嘅市民都系因为睇唔过眼你嗰班差佬，完全系对于嗰啲白衫人喺度无差别攻击，系消极不作为，而且系摆明放水纵容嗰啲人。喂，到底查唔查呢单嘢啊？呢一个系死结嚟嘅，你一日唔解开呢个死结，根本上市民就唔会原谅你呢班人。好啦，第二样嘢，你呢个报告咧就净系集中批评嗰啲前线嘅警员同埋嗰啲指挥官。咁我想请问，到底幕后落命令嗰啲嘅高层，使唔使查下佢啊？又？喂，嗰啲先就系幕后黑手嘛，系咪啊？你净系前线咩嘢都射晒落去最前线嗰班人嗰度，你33,000人系一个命运共同体，你香港警队系一个命运共同体，喂，冇得切割噶。前线犯事，你差佬上边高层嗰啲完全唔使负责啊？你摆明系只眼开只眼闭啊嘛，当睇唔到呢啲事件发生嘛，甚至乎俾市民就系一个感觉，你根本上默许佢咁样做嘛。如果你唔系默许佢咁样做，你马上就出嚟刹停噶啦嘛，系咪啊？你冇啊嘛，系咪啊？哦，原来啲高层唔使负责嘅，哦，有嗰啲即系咩就下边嗰啲人啃啊，你都戆居又梗唔得啦，咁样系咪啊？你嗰啲咪高层啊，更加只要企翻出嚟肩负翻嘅责任啦，唔好躲喺后边啦，系咪啊？第三点就系、是，喂，到底你嗰个报告系做紧咩啫？净系好笼统咁样就住所谓不同嘅事件或者不同嘅范畴作出一啲好表面嘅调查。喂，你到底有冇深入调查个别警员滥用暴力同埋行使私刑嘅情况啊？系咪啊？喂，你查呢啲先有用啊嘛。喂，比如话有个僆仔喺弥敦道嗰度问你个差佬一句，个良心系咪跌咗喺边度啊？咁你就真係追佢九條街，剝穿佢個頭啦！喂，或者大埔墟火車站嗰度，喂一個即係讀緊中六嘅學生，喂俾你係咁樣咧嚇喺度打腰啊，係咪攞個警棍嚇剝頭啊咁樣？喂，嗰啲係你查呢啲啊嘛，係咪啊？你查唔查呢啲啊？你唔查呢啲，查個事件把鬼啊？喂，嗰啲事件係由人嚟造成，事在人為啊嘛，係咪啊？你真去查件事喎，咁即係點啊？嗰啲人唔使負責啊？件事点样负责啊？请问，哦，原来唔需要有人负责嘅，咁你不如唔好查啦，翻屋企瞓觉啦去。好啦，第四点就系、是、啊，讲到呢个新屋岭拘留中心嘅呢个报告，原来系有咁啊。根据呢篇嘅报道，佢到底系即系提述嗰啲咩嘢内容咧？就话呢个新屋岭咧，通讯设备欠佳，欠缺律师会面室，冇闭路电视。同埋部分嘅房間冇門窗喎，喂，你講呢啲咁嘅嘢做乜鬼嘢啊？跟住咧，佢哋就話啦，哦，原來咧呢個新屋嶺中心咧嚇就唔適宜咧作為一個拘留中心之用嘅。你查呢啲做乜嘢啊？唔係查呢啲啊，大佬，佢有冇窗有冇門？你老尾查呢啲嘢做乜嘢啊？到底查下你嗰啲差佬喺新屋嶺裏頭做過啲乜嘢，干犯咗啲咩暴行啊嘛？係咪啊？你要查呢啲先有用啊嘛？嚇，家陣先叫你量地啊，查佢幾多尺啊？查佢有冇冷氣機啊？係咪白痴㗎？查呢啲嘢？定系当啲市民系白痴啊？点解嗰啲即系被捕人士啊？喂，去到北区医院送院嘅时候，喂，点解照 X 光佢会骨折嘅？你咪查下呢啲嘢咯，系咪啊？到底嗰啲差佬喺里头干犯咗啲咩事件？你要查呢啲先有用啊嘛！哦，原来你整个即系所谓专责小组个审视嘅方向，就系、是、查下嗰个新屋岭扣留中心咧，就真系查紧嗰个中心本身有啲咩不足之处喎、啊。喂，咁我想请问你，系咪当佢咧连接咗嗰啲通讯设备以后，整翻个律师会面室以后，加装翻嗰啲闭路电视？以后整翻道门同埋窗嘅时候，新屋岭中心就可以重新启用咧？请问
啊？咁你查嚟做咩啊？你咪傻噶，咪黐线噶？点解咁样查嘢噶？系咪你咪想激死嗰啲市民啊？即系多鬼鱼，你真系唔睇游志可，点会查呢啲咁低 B 嘅嘢噶？梗系查下啲差佬做咗啲乜嘢嘅暴行噶啦！你都戆居啊，真系离晒谱啊！真系唔好推出，好过推出啦！你啲报告系激起民愤，根本就好啊。第五点就系、是、喂，市民对于你嗰啲差佬点样欠缺沟通啊，或者如何部署啊？喂，我谂都冇乜兴趣啦，系咪？大家都想查出个幕后黑手啫，系嘛？喂，到底边一个系只眼开只眼闭咧？默许嗰啲差佬系咁样做咧？吓、啊，滥用暴力行使私刑咧，或者纵容嗰啲差佬喂蒙住块面执勤嘅，唔出示委任证执勤嘅，仲要全面配合佢哋咁样做，就整个所谓行动呼号出嚟？呢啲咧完全就喺警察通例以外嘅嘢，系无中生有嘅。如果按照正常嘅规矩，你就应该要展示翻个委任证出嚟。你偏偏唔去咁做之余，你仲配合嗰啲所谓前线警员咧，去即系帮手系佢哋收埋自己嘅身份。喂，呢啲系边一个决定啊？边一个开会？决定你系咪查呢啲嘢先有用啊？仲有啊，你每宗啊滥用暴力同埋行使私刑嗰啲嘅即系案件，嗰啲个别嘅警员你要查嗰啲先有用啊嘛，系咪啊？仲有7/21/831嘅真相系点咧？啊，三次开放呢个真枪实弹事件嘅真相系点咧？喂，仲有啊，呢个陈彦霖同学嗰个事件嘅真相，周子洛同学事件嘅真相，查呢啲啊嘛，系咪啊？你查嗰啲咁嘅，即系根本上系不着边际嘅无谓嘢啊！加上你差佬依家已经转变咗个方法啦，就改为咧玩呢个大围捕啦，减少现场嗰啲暴力镜头，但系更多人咧就被捕嘅。喂，到底你查下点解会即系改变咗呢个策略好过啦？系咪啊？到底有冇发生滥暴嘅情形、滥告嘅情形？喂，呢啲你唔去查，查呢啲咩新屋岭咩春通讯设备欠佳，真系黐线嘅呢啲人系。啊，所以呢个报告就算出咗炉以后咧，啊，我谂啊，都完全系查不出个所以然来咯，啊，所以冇用啊，呢班人系。好啊，呢一节讲到呢度先，多谢大家收听，拜拜。